为什么不敢提郭台铭董事长？哦，因为他有300个律师，好可怕。黑韩不要脸，白韩那个翻脸，各种1450网军，大概有几万人靠黑韩国瑜的抹黑韩国瑜啊，来吃饱肚子发大财，出名，简直黑韩了、啊、一本万利。为什么不敢黑蔡英文？哦，因为他是总统，而且总统不会提个。为什么不敢提郭台铭董事长？哦，因为他有300个律师，好可怕。我一直不愿意反击，并不是代表我没有脾气，而是我们内心是善良的，我们不愿意动不动就牵扯到别的事情，特别到法院按铃申告，浪费司法资源。现在台湾的法官跟检察官是全世界工作压力最大的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可是到我已经跳楼自杀的时候，我就不得不告台湾到底还有没有法律，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法治社会，怎么可以在网络上在各种媒体上随便讲不负任何责任，我们的政治怎么越来越臭越来越脏，成何体统。